这个时代里，放眼天下，看到了现在人的心啊，真的是静不下来。现在人啊，方向呢，真的没有对准人生的方向，所以呢，方向乱啊，心无法静啊，所以说道理呢都非常的迷茫。人生是苦，但是呢都苦在呢不明道理。假如明了道理呢，那就是苦中啊心也可以开怀，能释怀啦。所以呢，这些爱有人去度吼，用时间、人数、人度人吼，要花很耐心的时间去陪伴。这种时间，人与人之间，在我们的大空间里吼，真正的要互相提携。互相提拔，进来持戒，持戒的方向跟持戒如何清流，来洗涤呢？我们过去的习气烦恼哦，那把在持戒里的菩萨道啦，这种的方向呢，人与人之间啊，以人间与空间哈，要如何让它呢？大家人当起来，安尼往一条大菩提道直，要如何让它呢？一进来就很顺畅的，要人人都是他的典范，人人呢都他指引他的同一个方向。不要大家都说吼，嘿阿叔叫人讲爱甲接引呐，好，我要来接引，啊，我要来接引，啊，个人讲一个方向吼，啊，十个人讲十种的方向，那口多嘛话杂吼，啊，到底呢是爱行什么路呢？有的时候也会起烦恼心。那一讲的唔对，我讲的才对吼。啊，到底要行多几位呢？所以我很期待所有的慈济人，资深的慈济人已经踏上来的，而且呢，了解慈济法门的各位，也都能体会我们的法脉。法脉呢，就如法髓。那这种的法脉。化水啦，都是要多闻法，佛法呢，八万四千法门呐、啊，门门都可以进来。因为佛陀呢，他从开始觉悟了以后呢，他开始呢说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啊，烦恼偏多啊。那这种的法门呢、啊，就要为众生的烦恼而开。想一想，八万四千的烦恼哦，到底呢，你改变几条烦恼？好，那这都是要常常审视，家的反省哦，来想看卖的习性啊。还是很大，因为呢还没有断除烦恼，因为呢这种急不断地在复制急苦急、哦、这个急呢是烦恼一直复制，不但没有减，还在复制中、哦、还在复制中，所以爱要灭啊，灭这个烦恼啊，我们要修行以道啊。人生这么的无常啊，初心不用金星多，我这个辛苦一世人啊，我会当得到心
闻到佛法啦。啊，我无利用这个身躯好好把握了人间菩萨行，恁敢那用心的吼，未到位啦。啊，用人去行《法华经》《无量义经》，无不都是呢，在鼓励我们人人。身体力行，在人群中菩萨道中，因为你在人群中才能看到人生苦相，在人群中呢才可以看到了人的缺点啊，从人的苦与缺点中呢，像一面镜子，好好的反省自己，我有没有这样的这种的烦恼之苦啊，我有没有这样的习气呢？那让人呢这个讨厌呐、啊？那我要如何做才能呢？化圆融啊，人可爱哦。那上重要都是要修定吼，跟人结好缘呐、啊，才会当幸福啦。所以呢，因缘足重要的啊，这个因缘呢。我们就是要行菩萨道，就是要广度众生，要跟人人结好缘。我们的菩萨要如何接引进来？资深的一年年的年纪大了，师父达刚呢，就是我过减一刚去啊，我来到台中减四刚啦。到底呢，来到台中已经是减四刚哦的生命。到底我有没有成就到人的道心吗？有，爱搁看吼，后回听听看，真的有没有改变哈？那这就是呢，我的命有减，但是其他的慧命要增哈。阿内呢，我家己嘛有增嘛，你不增，但是呢，我照常增，因为呢。我看到了人生啊，看到了用功的、啊，听到因地的关怀哦，我开心。看到了作品呢、啊，在他的生命中，也开阔了，广阔了他的生命。无法说，咱的生命到底偌长？师父常常讲，无法度知影咱的生命偌长。不过呢，明明我们的生命有开阔。在实际世界接触的人多，看的人多，留下来的见证跟这个历史，还有呢实际的藏经，人间有这么多的菩萨，在这样的过程，这都是呢在因为走入实际来开阔了他的生命的广见哈，跨经跨，而且呢也认识了很多人，这都是呢，我看到我家己的慧命，嘛伫咧增加，感觉到就付出，不要想要休息。我想烦恼的是停底下，干那一时成功吼，去指导人做工课，家己呢无投入，咱爱怎样讲吼？咱家己无投入，等于呢是转缘。转缘呐，好像隔啦。众生要让我们度，也许他看到咱呢，也欢喜啊。那么尤其是呢，去伫咧家房，去伫咧做工课呢，家己拢无投入吼，没有感受啦。古早吼，师傅拢家己呢，啊，带着地主呢，副刊，好，或者是呢。就家己亲自呢去访贫，或者是复查吼、哦，这都是古早吼。啊，迄当阵吼，会当安尼个人走入人呐、啊、苦难人的环境中去体会出来的那一种的这种慈同体大悲吼、哦，无缘大慈的这样的话吼、哦，真的很入心。所以你要安怎样？一旦改变习气，欠了慈悲心啦，绝对改不过来，心未柔软啦。你一定呢，爱道理。那希望恁呢，早起时啦，发爱听啦，
你若法无听吼，等于呢跟师父的慧命没有接轨哦，人间路没有铺好呢，你如何呢来跟菩提道接轨呢？啊，你这个没有行过菩提道呢，如何入金藏，智慧如海呢？所以希望大家体解大道哦，那入金藏哦，还要呢度众生。